Robert 的各种开箱文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电影，要看什么电影呢？就是怪兽与他们的产地。那现在来到金湛微秀城，我们要看的是《异青》，所以就是在对面。那因为我们是 VIP 的，所以不用钱。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位秘密嘉宾，就是那个 J， 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帮我们变多订阅人数的人姐。那我们期待下一段影片喽，拜拜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多了这个灯的帮助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去看电影。那看电影啊，我看的是 2D 版本，那出来我会跟你们分享心得，那就到这边，拜拜。